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oday,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hat brought me to China at 16 and how I learned Chinese and English as a Japanese person. So if you're interested, please just keep watching. Hi, 我是 Marco. 装逼装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像那种欧美的 YouTuber? 模仿别人说话是我学语言的一个方式。Bonjour. Hop, un ca.Buenas tardes, por favor. 오늘날씨진짜좋네요가도만그리지볼디호하님别误会，我只会说三国语，我的母语当然是日语。我的中文和英文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跟别人沟通没有问题的程度，当然不是完美。但是最近好多人问我，我到底是怎么学中文和英文的。如果你看过我的视频的话，应该知道我是16岁来的中国。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下我当时是怎么想到来中国，怎么学习语言的。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出生在大阪。我小时候呢，我爸爸经常去美国出差，他有时候把他的外国朋友带到家里，所以我从小对英语比较有兴趣。我上初中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因为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哥哥都是学霸，所以我总感觉我也一定要上好的高中，一定要上好的大学。然后我就开始找个发泄方法了，我开始听英文歌了，包括 rap 还有 rock。 Palm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is formula sweater already, my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i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but he keeps on forgetting for the first song that you heard me on, there were people already trying to get me gone, telling me to quit rapping, just play the keys, then my band had a singer, they didn't need me, but my band had my back, so we did the tracks.Put up the album and talk it flat. It was funny at first, but then the humor faded when some magazines put it.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Say no man. That's great. 当然，我没有让我父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会认为我发神经病了。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看到他们的歌词。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一般日本人喜欢的日语歌都是比较温和的嘛。我听这些美国的歌以后呢，中学生的我感觉，哇，外面有我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在日本连我自己喜欢的歌都不能在我父母面前听，天天学习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而这些美国人，他们不管别人会想怎样，他们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唱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当时觉得很酷。然后我很想明白他们歌曲里唱的内容嘛，所以我在网上查歌词，有不明白的话就查词典。那时候我13岁，就开始自己学英语了。当然除了 rap 和 rock 以外，我也听了好多其他的歌。 Got me twisted, you must not know about me, you must not know about me, 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that was quite a show, very entertaining, crying over you, said I'm so sick of love song, so tired of tears, and every time I try to fly, I fall without myI feel so small. 这是我的中学的时光。后来呢，因为我喜欢学英文，我考上了一个大阪的公立高中，有国际文化课的。因为在日本一般公立的高中都是普通课嘛，所以我当时很期待这个学校可以提供很好的英文课。但是呢，我马上发现这个学校教课也是垃圾。高一的时候，我班的老师是英文老师，一点都不会说英文的，又是很死板的一个老头，我经常跟他吵架。而且我除了这个高中以外，每天去 JUGU 是日本的那种补课学校，补课学校的话一般要交不少的费用，所以一般的话比学校教的好。所以呢，在学校他们教的东西呢，我已经在 JUGU 里面学过的东西，所以呢我就
感觉去学校浪费时间。我也经常逃课了，一个星期大概去三四天的样子。但我这样的话，我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天天逼着我去学校。所以我当时经常早上出门就直接去 JUG， 就是本科学校，然后打电话给我的高中，我假装我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跟他们说，もしもし、すいません、孫の母で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が、本日少し体調が悪いようですので、お休み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すみません、失礼いたします。是不是很坏？所以呢，我十五岁，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生活不是很愉快。不过当时呢，我爸爸经常去中国出差的，然后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去了。我第一次去的是广东，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好多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我就感觉非常新鲜。最重要的是呢，我爸爸他是自学的学会中文了，然后我看他说中文跟本地人交流，我那个时候觉得哇，我爸爸挺厉害，我也想学中文跟中国人交流。中国有十三亿个人呢，我将来会说中文的话，可以跟十三亿个人交流，是不是比英文还有用的呢？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想到来中国留学，但是呢，我才十五岁，高中没有毕业，我父母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呢，我考了一个考试，叫高校卒业程度认定试验，在美国也有差不多的考试，叫 GED。是普通教育发展证书，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的考试。这个资格呢，简单来说，可以证明你有高中毕业以上的学术技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资格的话，你不用毕业高中，你直接可以考大学的。我马上去考了这个考试，过了，得到了考大学的资格。所以呢，我也不用再去高中了。那个时候我爸爸也同意我去中国留学了。我爸爸让我去了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比其他城市国际化，我爸爸也有几个认识的朋友在那边，所以他比较放心。后来我十六岁，我先去了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培训班，我在那边学了一年汉语。后来我转到了复旦大学的本科，从那里毕业了。那么我在中国怎么学中文和英文呢？我生活在中国，学校里也学中文，所以我觉得中文的话我比较自然的学会了，因为天天听到你们中国人讲话嘛。刚来的时候我学中文的方式很简单，我听，如果我听不懂我查词典然后就记住，当然还会看书学习。这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资料。那英文呢？因为我在中国用英文的机会很少，所以呢，我为了练英文，我大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看美剧了。你们看过 CSI 吗？我是全看过。看的时候呢，我听英语，然后字幕也是放英语，然后有不懂的词语我就写下来，查词典。这些是当时我写下来的单词。好多好多。然后我看美剧，我就模仿他们说话。Thank you for coming down, Nora. I appreciate it. This article about the assault on your brother. You were pretty vocal. Lee couldn't speak for himself. Lee couldn't speak for himself. Still can't. Still can't. Fact that his assailants were never identified. Boy, that.That must have been frustrating. What kind of car do you drive, Nora? Jeep. My dad's. He passed away. But you do run the family auto shop, right? So you'd probably get your hands on any kind of car you wanted, like a red Pontiac, maybe. I drive a Jeep. What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my brother's being? It was parked in an alley, blocking the exit door from the club, trapping the clubboard inside during the fire. Four of them died.Something about that coming back to you? 还看很多视频，
就模仿他们说话。Talking about it, it's very judging about it to me.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an incredible evening tonight.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very well. We're very committed to each other as nations. So we have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the best relationship that we've ever had with Japan,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So 这样天天看美剧呢，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我可以用英文跟外国人沟通了，因为我高中没毕业，我直接考大学了嘛，所以我毕业比较早，我毕业的时候才20岁，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剩余的时间，然后我就跟爸爸说，我想去美国，我想经历一下那种英文的环境。去美国的话呢，学费和生活费很贵的，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就去一年回来，我就想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去了一个学电脑技能的学校，过了10个月左右，我就决定回来日本找工作了。因为我上班想用3国语，我在日本面试了几个航空公司，我被拒绝了。但是我对自己很失望，好不容易学会了3国语，人家还不要我。我现在在想呢，可能那个不是我的能力问题，有可能是我的态度问题，因为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有可能我给人家的感觉比较凶，不是日本人一般会喜欢的那种可爱温柔的类型。虽然我现在的话，我学会了日式的那种交流方式，但是当时的话，关键我太小了，就是经验不够。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上海的5星级酒店的招聘，我联系，然后马上做了一个视频面试。然后他们让我来到上海，我跟经理面试，然后我也过了，我就开始上班了。很幸运的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每天用3国语，所以我的英语水平也没有退步的很多。如果你在学语言呢，我觉得环境也很重要的。如果你在学日语的话，找个人可以平常跟你说日语的会有很大的帮助，或者找个工作环境可以用到日语的，如果不行的话可以看日剧什么的。然后我最后想说的是，如果你是个学生，如果你过的日子不是很开心，觉得没有人会理解你，你的父母也不理解你，请你记得世界比你想象的大，你换个环境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外面的世界有可能很多人会支持你的想法。所以呢，如果你想换个环境，我觉得去旅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同时请你记得，如果你没有你的父母，你什么都没有。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需要尊重你的父母的意见。不管怎样，你早晚会发现你要感谢他们的。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应该每个人都会感到过生活当中好多事情不公平，比如说那个人家庭条件比我好，那个人有才我没有。我学语言的时候也感到过，我这么努力学习，但是有些人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有些人是混血，都不用努力学习已经会2国语3国语，不公平是不是？但是我会跟自己讲， 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it. 这是 Bill Gates 说的话。人生嘛，没有一个事情是公平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能自己的条件下去奋斗。所以呢，Don't focus on what you don't have, but focus on what you do have. 我很幸运，我父母能够让我得到我想要的教育，支持我到国外去生活。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所以 just be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今天说了太多了，如果你在国外奋斗，或者你在努力学语言，我会支持你们的。学语言有什么困难，或者你学日语有什么不懂的，你也可以留言，我尽量回答。加油！那么就下次见了，拜拜。